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浩铭 Super Cam。最深刻，你咁问我就系、是、应该系激战同激战同埋艺城，就真系最深刻。我最记得第一场我打彭于晏，嗰个系拳馆嘅大师兄，佢嚟到类似系我哋试下想同佢擂台打咁样。我好狠咁打佢，咁嗰次我唔知佢係一個台灣咁紅嘅巨星嚟嘅，我想啊呢個男變高大，跟住之後咁同佢打完之後，打半日，咁佢到呢時候過嚟，哇幾好啊，佢真係讚，打幾好，唔錯，跟住之後男員哇係啊打幾好啊，係咯，不過啱啱佢好大力啊，跟住之後佢，但係佢係講笑嘅，但係佢唔係怪責，就係怪責我嘅，後屘我先知道，哇呢個係一個巨星嚟嘅，我自己打張家輝。咁如果我一拳打落去張家輝，砰！用個膊頭咁一擋住咗，跟住之後我打咗好多拳，我都唔係好大力。跟住張家輝開始少少話：，喂，俾啲力啦，因為好認真喎做事，佢達唔到個效果，佢唔收貨。跟住之後導演話：，啱每次阿明都收力啦，我唔佢話：，中華俾啲力啦。咁我話：，咁影帝一鬧你，你就驚啦嘛。咁啊，哇！我話俾啲力啦。跟住我 action， 我好大力，砰！打落佢個膊頭度。他看住我吞喉，咔哦！咁佢話導演得唔得？得，你好彩。